八了，快三十了。我这身边朋友都有对象，就我没有，整得挺尴尬的。得找个对象啊，这，哎呀，这上哪找去的？哎，有了。猜字谜游戏啊，猜字谜游戏，答对有大奖啊，绝对丰厚的礼品。哎呀，这样一来，既能挣着钱，我还能把我自己给找个媳妇儿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啦。哎，美女美女，来来来，来，猜字谜游戏，200块钱玩一下，答对有大奖。大奖、啥大奖啊？放心啊，这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，这大奖绝对丰厚。行，就冲这个大奖，我玩一次。来来来，来，来猜吧。上看是吧？下看是吧？左看是吧？右看还是吧？哎呦，这可有点难度了啊！哎呀，美女，我看好你，我相信你，哈哈，加油，快点。加油！是，可是我不会呀。美女啊，这样我给你点提示，就咱们每天在家里吃饭都用的一种东西，就那个。都用的一样东西。啊，我知道了，火。咱家里用火做饭嘛？你看火，哎，上面也是八，左面也是八，右面也是八，是不是？不是、啊，那火。上左右它是吧，那下面它是一个人字、我再给你一个机会，你再好好想想。哎，算了，不玩了，真是的。哎，那 oh no， 想想呗。哎，不想了，费脑子，不想想了。哎，这美女，想想不就把我引走了吗？再等等吧。猜字谜游戏了，猜。这游戏怎么玩啊？哎呀，大哥呀。这游戏它不适合你，别玩了啊！亚恒，想干谁呢？啊，就要玩。哎呀，还是别玩了。不行，就要玩。咋玩？给我200，答出来给你个大奖。哎呀，还有大奖，来，给你200。上炕是八，下炕是八，左炕是八，右炕是八。哦，哎，这不简单吗？这个来，哎，你看，上看是吧？下看是吧？左看是吧？右看还是吧？对不 ？Oh no！ 大哥，这200退你，你走吧。不行，看来我是答对了，是不？那你就给大家讲吧，快点。确定要啊？啊。那实不相瞒，这大奖他就是我。就你啊，那你也行，走啊！这你都要啊，老公啊，你不是给我做工啊 ？Oh no！ 你赶紧退我钱，快点吧！你不退，快点来！老公，瞅那样吧。真是，那我这好摆个摊找女的，你过来干啥？你个挺大个男人，真是，真的是太坏了。我说老弟儿啊，咋的？冷的天你摆个摊，你叫我干啥？你一人摆就完了吗？你闭嘴，你就是个赠品，知道不？啥也不是。对你老姐说话的，那怎么的？你看看你啊，你今年多大了？有35。那是我说你吗？我都不想说你，你都快奔40的人了，连个对象都没有。人家像你这么大年纪，孩子都哇哇叫，都满地跑了都。你呢？啊，啥也没有，啥也不是，对象都找不到一个。你马上都40了，人家们是黄花大闺女、大龄剩女，你是啥啊？你就是一个马上就是黄花大富，有你这么损你姐的吗？啊，我可是你亲姐呀！啊，怎么说话呢？你闭嘴吧！就因为你是我亲姐，我才摆这么个摊，知道不？然后有人来，我就把你给送出去，啥也不是。哦，来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脑筋急转弯啊，答对有丰厚奖品啊！
特别想到的题啊！哎，大爷，过来看看，大爷。叫谁大爷？哎呀，我叫那个大爷呢。啊，大哥，哎、看看呗。脑筋急转弯，什么差不能收、哦？这咋玩？哎，这个要求呢特别的简单啊，就是只要你是男性，免费玩，而且你答对了，有丰厚的奖品。免费玩还有丰厚奖品啊、哦！哎呀，可是你这题有点难呐。难吗？不难，很简单的。啊？没有啊。人才？啥？人才哪有啊、哦？哎呀，恭喜大哥答对了啊，大哥。不对，这就答对了。啊，答对了，答对了，答对了，大哥。来，快来领奖品来！哎，答对了，难道真是人才？那奖品是啥呀？这个奖品呢？那不是，这不是，媳妇儿免费赠送一个，然后呢，我还给你彩礼钱。哎呀，美女呀、啊，我能不要吗 ？Oh no！ 大哥啊。那怎么的，送你个媳妇儿还给你钱，还不乐意啊？不是，你给我钱就行了啊。可是 这个女的吧，有点寒碜长得。不行啊，告诉你，答对了你不要也得要，走。对，哎呀，我不要，哎，不要也行。啊啊！是我不要，我不要。E D M。妈妈。哎，这熊教练，这么冷的天气，半天也不叫我。哎呀，这咋死的？真是。呀。呀，什么呢？就这，不算干净的。下一个。哎呀，终于叫我了。哎呀，喷了我一车，我干惨了，快给我擦一擦，怎么这么恶心呢？哎呀，哎呀，教练好啊，哎，这不刚才在外面，哎，吹得有点感冒了吗？哎呀，来我擦擦啊。你还往我方向盘上擦，碰了我一手。你身为一个女生，怎么这么可以不要个脸呢？这么恶心的，赶紧给我擦了！我告诉你。我擦，擦完了，教练。哎呀，不行，咬死我了。啊！哎呀，你干啥呀？哎呀，不是，哎呀，哎呀，你把那玩意拿下去。哎呀，拿下去！哎呀，哎呀，好痒呀！哎呀哎呀，好舒服！哎呀，哎呦！拿下去啊！啊，拿下去！哎，等会儿我再抠一下。哎呀，别抠了，你这么恶心了，你怎么？哎呀喂，你是女的吗？哎呀，真舒服！哎呀，快点拿下去！哎呀，我拿下去，拿下去。这味儿，哎呀，真是拿下去这么恶心，你是个女的吗你？行了，开始吧。啊，哎呀，啊，我放啊。哎呀喂，哎呀，点火哈、啊。天，又怎么了？点完火，点完火。科一过了没？过来呀！你科一过了，科一叫你上车先拿火呀、啊。那开车不点火，难道放炮啊？先系安全带。哦，对对对。啊、放开你安全带，别碰我的安全带。拿抠脚的抠脖子。快点啊！别的。Oh no！ 抠脚怎么了？哎，老师啊，再切一个。说你下去吧，就。娘泡了这么多事，明天就明天。哎呀，这是女的吗？怎么跟个后生似的呢？这么脏！呀呀呀！